朱军呐，情况不出所料啊！我看，该是去把金汉鼎的牛鼻子给拴上。我马上带领一个连队，迅速赶往连城。哎，云清，一定要把动静闹得大一点，要让金汉鼎知道，我们的主力已经彻底离开闽西，向江西进发。牵着这头孤牛，乖乖的跟着我们走。军长，咱们走吧。润之那边现在是凶多吉少啊。小心啊，毛委员，小心！小心，毛委员！不要走。可卿啊，什么事啊？子珍。子珍她怎么了？子珍她快生了。快生了？对。怎么说生就生呢？估计是路上颠簸，早产了。哎呀，这个节骨眼，哎，能不能让子珍坚持一下呀？什么话？能坚持吗？是啊。走，看看去。我们先走。走。哎呀，是啊，这事儿怎么能坚持？哎，等等。嫂子，你挺住了。你一定要挺住了，江副连长，江副连长，你们这是要往哪儿去啊？总得找个村子，找个能遮风挡雨的地方啊！来不及了，赶紧去那儿。喂，去那边。放下，小心，别抱手抱脚的。嫂子，子珍，嫂子，子珍，嫂子，嫂子。你总得张嘴说句话呀，江永田、啊，嫂子，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能让他张嘴讲话？这时候他能讲话吗？子珍，子珍，我没事。朱局长，子珍，云清，金汉鼎那儿有什么动静？现在已经兵分两路，一路朝前，一组堵截，另一路尾随而来。哎呀，这都是预料中的，可眼前这种情况，老总，这怎么办呀？看样子，我们必须摆开阵势，打他一仗了。不行，一展开，这阵脚就乱了。可眼下这种情况，不允许再犹豫了。军长，必须要下决断了。你们别管我。嫂子，钟红，哎，你和云清带主力部队离开这里。那你呢？我留下，江副连长到，把你的特务连二排留下，其他人赶紧随主力部队转移。是，军长，不行，留下你一个人太危险了。钟红啊，这就看你能不能把金汉鼎给牵走了。还是我留下吧。别啰嗦，马上行动。是，快，马上行动。毛委员，毛委员，你得赶紧走啊。要走，我们一起走。毛委员。要不就撤吧，也该撤了。这敌人的攻势越来越凶猛了。对呀，不行，我们在这里多牵制敌人一刻钟，朱军长他们就可以多走几里路。那你先走，说什么也得走。对呀。你们让走，可是敌人不让走啊。子珍。就在这儿，不能撤。毛委员，敌人的进攻已经被我们打退了。好啊，毛委员，我掩护你，你赶快撤吧。毛委员，哦，子辉，邓书记，毛委员，邓书记，毛委员，
我还以为你走了呢。我还以为你被敌人抓走了呢。没走就好，没走就好啊！邓书记，你来的正好，赶紧让保委员撤退到安全的地方去吧，这里实在太危险了。是啊，啊，你们看，天色已晚，应该是吃晚饭了吧？好，好，好，好。邓书记，你看往哪儿撤好啊？我已经想好了，咱们撤到后田去吧。啊，你是想请我们大家到你家里去做客是吗？不是，那个地方可退可守，回旋的余地大。哎，我看啊，这个客，你还是以后再请吧。啊，包爷，那你说撤到什么地方？回古田，回古田。你要离开闽西。有字为据，岂能有假？不，你不能走，无论如何你不能走。撤离闽西，挥师赣南，这都是前美的决定，我毛泽东哪敢不走啊？来，抽支烟。毛委员，你还记得吗？一年前，你跟朱军长率领红四军第一次东进入闽，旗开长岭寨，得胜汀州城。从此，我们闽西有了第一个红色政权。半年前，你们离开江西瑞金，第二次进入闽西。所以，你派人星夜送了一封鸡毛信，说粤桂军阀战火又起，闽西腹地敌兵空虚，招呼我们乘虚而入，首战龙眼，连克两城。你还记得上杭骄阳的文昌阁吗？你在那里主持召开了中共闽西的一大。在那次会议上，你被选为闽西的特委书记，张鼎丞为军委书记，同时还成立了以闽西地方武装组成的第四纵队。陈毅同志为此诗兴大发，闽赣路千里，春花笑土红，孤军气犹壮，一鼓下听龙。我以为你都忘了呢。当我病得快要见阎王的时候，是谁救了我？又是谁让我站了起来？是闽西的这方水土啊，毛委员，咱们闽西根据地能形成今天这样的气候不容易啊！你说走就走了，四个纵队你全都带走了，单靠闽西赤卫队，怎么对付得了蒋介石的三省会剿？毛委员，你怎么也得给我留点东西吧？留，当然要留了。好，说。你给我留什么？留给你八个字。八个字？对，八个字。离开闽西，巩固闽西。离开闽西，巩固闽西。报告，毛元果然不出你所料。怎么？刘和鼎连夜出动了，是，正倾巢而出，已经向古田开进了。好，敌动我动，那就走吧。哎，部队准备的怎么样了？准备好了，大家都已经集合在万源祠了，就等着您了。哦，毛委员，把这个穿上吧。火把都点起来吧。点火把？毛委员，我们现在可正在敌人眼皮底下，我们是不是应该隐蔽开进？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烧香引鬼，怎么能隐蔽呢？毛委员，这样做会不会太冒险了？我们多一分危险，朱军长他们就少一分危险。通知部队，
把所有的火把都给我点起来。是。好啊，安全了。你们大家说，红军从古田出发意味着什么？那就让历史来回答吧。出发。这可是个好日子了，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呢。好，毛委员，啊，牌子已经做好了。啊，这条是不是通江西的路啊？对，是通江西的。毛委员，还是您来写吧。毛委员，你要是这么写的话，刘鹤林肯定要追击的。我就是让他追，他也没这个胆量。茂源，你看他说来就来了。这是刘和鼎为我们开枪送行。走，部队出发。好。失踪，这里发现情况。失踪，当如何处置？实则虚之，虚则实之。如此说来，当追击之。不不不，历来敏干的军队向来各自操戈。既然朱毛的红军已经进入了江西，在别人的地盘上舞刀弄剑的，不太合适吧？我只是担心蒋总司令会追究下来。哼，替别人看家护院，再搭上老本，最后沦为乞丐，将来恐怕对你叫的只有狗了。命令有。部队前队变后队，撤。是。部队前队变后队，撤。简子是混蛋，简子是荒唐透顶。这个刘和鼎，自私的自上门前雪，我饶不了他。
翟先生，请息怒。建豪，蒋先生，没有吓到你吧？没有。这就好，这就好。建豪，蒋先生，你带我去打个电话。嗯。叫武汉的何应钦、长沙的何健，还有南昌的鲁地平，到南京来见我。是，先生。玉芝，玉玉，啊，玉芝兄，玉芝啊，来来来来，玉芝兄啊，给你拜年了。玉芝啊，我要给你道喜了。道喜？喜从何来啊？子珍啊，为你生了个娃子。生了？啊，他可好啊？曾志来了。哎呀，子珍同志啊，来了，快坐。母女安康，可喜可贺呀！哎，没看见有田同志啊？啊，有田呢？我让他回去了。哦，子珍，让我抱抱这孩子啊！来。哎呦哎呦，哎呀，取名字了吗？取了，叫毛金花。毛金花，好名字。嗯，毛委员给取的。他哪顾得上啊？是我自己瞎取的。哎，取的挺好啊！啊，嗯，哼，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来？你这个急性子，表都比别人快三分钟。别人呢，我不敢说。恩来同志啊，肯定会准时的。那人呢？怎么到现在还不来啊？请进。嗯。哎，孙长。哎。快把胡子拿掉，难受死了。好的。哎。孙长，啊，今天开的是中央政治局会。你这个中央特科负责人，可得把眼睛瞪得大大的。放心吧，有我在，不会有事的。嗯，哎，等一下。哎，你们笑什么呀？恩来同志，你可真是踩着点来啊。哎，向哲发同志怎么没到啊？不等了，开会。那怎么行啊？今天开会可是要研究大事啊，不等不合适吧？哎，红军在古田召开的九大开得很成功，泽东同志写的报告你们都看了没有？嗯，啊，看了。毛泽东这个井冈山的山大王，眼看就要成为赣南闽西的诸侯王了啊！这是一个个红色的诸侯王，带领我们的红军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一个个根据地啊！哎，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啊。哦，来吧。来来来，中发同志，你是不是忙的连表都丢了？哎，遇上点麻烦事。哦，我们开会吧。好，咱们就开会吧。在本月二十号，受共产国际的委托，在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决定召开全国苏代会。中央委托恩来同志起草了一份通告，中共中央第几号通告？哦，中央第六十八号通告。对，六十八号通告。恩来同志，
你就把这份通告给大家念一下，也好让大家好好讨论讨论。啊，好。在念这份通告之前，我想谈一谈自己的感受。记得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共产党就是要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就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权。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明白，我们从建党开始就公开亮出了要夺取政权的旗帜。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残酷的过程。3年前，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不但血腥镇压革命者，而且侵吞国共两党共同的大革命成果，成为了一个新的独裁者。血淋淋的事实使我们猛然醒悟，中国需要苏维埃。对，建立临时中央苏维埃政权，大势所趋，势在必行。这不但是大革命以后国共两党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而且是中华苏维埃运动的必然结果。必须跟蒋介石分庭抗礼，平起平坐。怎么平起平坐？蒋介石背叛革命，我们就该打倒他，打出一个共产党的一统天下。好了，不要争了。所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决定召开全国苏代会，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这庄严的时刻，我们总得欢呼一声吧。可以，但是要轻一点。来，呼啦！总司令，嗯，锦次啊，走吧。毛泽东现在在做什么呀？毛泽东还在当他的土地爷，忙着分田分地呢。这个人要田要地，可他最想要的远不是这些吧？总司令，深夜找我至此，不知有何训示？我们不能对足忙，坐视不管吧？讨逆之战爆发在即，我们恐怕腾不出兵力吧？腾不出也要腾。而且，你还要派最精锐的部队。属下，这就去部署。锦泽啊，记住，重镇还是要下猛药。蒋介石这次动用了7个旅，以唐云山、邓英旅为先锋，意欲占取永丰、乐安，然后进取东固。来，开饭了，开饭了！来来来，来排队排好。你的你的，下一个，下一个。太深太宽，通不过去啊！告诉大家，就地隐蔽，大家就地隐蔽，快点！那也不能看着敌人跑了。不行不行不行，钟红，朱老总，有什么办法没有？这条壕沟一定要越过去，如果让唐云山喘不过气来，那可就不好收拾了。哎，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么深的壕沟啊？这是吉安守敌以防万一而挖的，总共有7道，敌人过去以后就把桥炸了。老表们，我们把壕沟填平，让红军消灭敌人！冲啊！快！乡亲们来了！老爷，你看，不，走，看看去，走，走。我们打仗离不开老表啊！好啊！往远点扔，那边，往远处扔。Thank you.
这边，旺仔出城。 曾山，啊，包伟，曾山，有你的。 我一起去参加一下他们的追悼会，对国务前方建设作战是非常有用的。总司令，你还是别去了。不，我要去。我说过，唐云山的追悼会，我是一定要参加的，否则怎么对得起前方？ 浴血奋战的将士，总司令，他回来了。谁回来了？唐云山回来了。嗯？他没有战死？他只是负了伤。这简直是胡闹！ 快点，再快点！怎么说走就走啊？此行我要绕到法国才能赶往莫斯科，去晚了，斯大林同志又得瞪眼睛了。哎，我叫你们别送，怎么还是来了？你这一走，心里总感觉不踏实。 总想和你再聊上几句。我这一走，常委就只有你和中发同志了。不过，我已经跟毕世国涛交代过了，你们都要热心地帮助中发同志，他毕竟是工人出身的当家人啊。阿来啊，你多挑点，你的担子很重啊。 特别是对于五月召开的全国苏代会的筹备工作，你要费点心啊。成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这是头等大事，不会怠慢的。哎，关于名称，大家有没有不同的意见呢？意见很一致，就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好歹是临时的，可以逐步推敲。 使其更加完善些。哎，有件事儿，咱们还得统一一下意见。什么事情？我想请泽东同志来参加苏代会。好啊，哎，我听邱白同志说过，在我们党内能够独立思考、有独立见解的就是泽东了。不过，他现在很多想法与中央不太一致。我想啊，也许有他自身的道理吧。 如果他能来上海，你们要尽可能的心平气和的与他好好谈谈，认真听听他的意见，千万不要操之过急了。不会，我和他既是同乡同学，又是好朋友。虽然意见不太一致，但是总要沟通嘛。昨天我还收到他一封私人信件。私人信件？啊，委托我在长沙。 给他寻找丢失的三个孩子。哎，李三，这件事你可要尽力而为之啊！嗯，于公于私，这件事我都要管。嗯，同志们，今天我们在这儿开个会，开一个总前委的扩大会。这个会场。 选的不错啊，上接天宇，下接地气啊，啊，哈哈哈哈哈！哎，就是有一点不好，不能抽烟呢，啊，不然的话，
就会把禾草点燃喽，就会火烧自己的屁股啊！2月7号，我们在吉安北头啊，开了一个很好的会。这个会为什么会选在北头呢？因为东固根据地是我们红军的一块福地，如果没有东固父老乡亲们的支持，也就没有全歼唐云山旅、粉碎蒋介石、闽粤赣三省会剿的胜利啊！几次兴师动众的围剿，你这个剿匪总司令有何感想啊？卑职以为此等规模的会剿难以奏效，不如等中原讨逆之战班师之后，再倾全军之力一举荡平共军。祖元，我要你办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啊？已经办妥了。好。用不了多久，我就要会师中原，去收拾那几只老虎。那对付共产党的事情，我就交给你们文武二人了。这几天一直睡不好觉，总在想一个问题：堂堂国军，既有鞭子，又有军饷，可是这兵员往往依靠抓壮丁；可朱毛的军队呢，既无鞭子，也无军饷，甚至连饭都吃不饱；可这入伙的呢，却趋之若鹜。你们说说看，这到底为什么呢？土地革命是发展革命建立红军的法宝啊。哎，曾山同志，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为什么赣西落后闽西呢？为什么有些地方很快分下来了，还有些地方迟迟分不下来？我们这么做是完全有依据的。大家看一下，这是省委下发的江西革命政纲，上面白纸黑字的写着，要我们各级组织学习苏联的做法，把土地收为国有，办集体农庄。文林同志，你觉得这样能行得通吗？你说要尊重上级，那好，我问你，年初张鼎丞专程从闽西赶来，传达了前委的指示，你为什么硬顶着不把土地分下去啊？这白狗子整师整团的在后面又追又打的，割据区域是一天红一天白的呀。你说，你说这田怎么分？嗯，怎么不能分啊？文林同志啊，我们在井冈山的时候，距离敌人只有50米，转个弯坐下来就能分田啊。哈哈啊，对不起，文林同志，你继续说。毛委员，还是听你说吧。啊，那好啊，那我就请个人来说吧。哦，哎呦，老伯，来来来来。啊，您好您好，好，好，来来，请坐请坐。哎呀，啊，老伯，你把你对我说的话再对大家讲一讲吧。我对你说过什么呀？那你就说一说，你为什么扛着禾草啊放在壕沟里啊？哎啊，那。那不是白狗子要来吗？对呀、啊，你们不是要打白狗子吗？不用这草填上壕沟，你们怎么过去？你们过不去，不就让白狗子过来了吗？对呀、啊，这白狗子一过来，你们分给我们的田地，不就丢了吗？啊、哦，哎，这田地丢了，我们不就又得过那不是人过的日子吗？啊？哈哈哈哈哈！好，
打唐云山的战斗中，来送禾草的农户啊，是分得了土地、翻身的农民。这说明了什么呢？我们说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政权建设三位一体。农民，这是军队士兵的来源；士兵是拿起枪的农民。有了工农武装。 才能开辟巩固工农政权，有了工农政权，才能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有了土地革命，才能从根本上把劳苦大众动员起来，支援我们红军打胜仗。啊，关于工农武装的割据思想，党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 对此给予了认可，但是以哪里为中心呢？是以农村，还是以城市？农村的根本作用是决定性的，还是辅助性的？我们必须把这屁股啊，坚定不移地坐在这禾草上来思考问题：中国革命的中心到底在哪里？ 就在农村。农村最根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嘿，就是农民。农民最根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土地。这土地革命啊，是一本。 无字天书啊！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在斗争中逐步的读懂它，不能有任何理由。在这个问题上一拖再拖。行动方针就是六个字：一要分，二要快。太可怕了！哎，谁又招你惹你了？你看看，这个毛泽东现在简直是越来越岂有此理了。 他又怎么了？我就不明白他，非要守着赣南那个穷乡僻壤，他要干什么？进攻南昌九江，配合武汉暴动，夺取武汉政权，我就不明白，这是中央的决定，他毛泽东凭什么置若罔闻，跟中央唱反调？哎，你跟他不是好朋友吗？你就好好劝劝他呗。他就是个犟牛，一个永远开顶风船的家伙。哼，你也是个出了名的坦克呀。 在莫斯科，你都敢当面顶撞斯大林，还怕他？一个山沟沟里的毛泽东？毛泽东已经不是行为上的过激，这是在理论上跟共产国际和中央唱反调。这样下去，太可怕了。嗯，那怎么办呢？这样，马上。 以中央的名义给他写一封信，要措辞严厉，毫不含糊的去批评他这种错误的行为。嗯